嘿呦，大家好，频道我是贝小封面仔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回来，看到这个界面你也知道了啦。然后还有记得这把东西吗？就是那时候第二次开箱用了，教你怎样涂装刀片啊。还有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要有家长陪同。如果你还没到18岁，现在我们也是要用它。然后在家就是我电脑啊，可以不用理它。OK， 今天呢很特别，你懂有几个吗？有两个开箱，你知道吗？两个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哇，太长了，差点拍不完，就是这两个啊。然后我们先开这个长一点的，现在因为其实这个先定了，然后定了几天才来呀、啊。本来是昨天来的，然后我昨天出去了，然后就 miss 了哦。Fight. OK， 要调 OK， 调低一点啊，镜头啊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有关注我的 page 的话，你就知道。不过我的 page 也是很少用啊，现在，所以不讲这么多废话，来开这个应该是不能撕。不能弄掉的吧，不能弄烂的应该，这个我不知道，那我就直接从旁边那几个啊。哦，开了，怎么我好像看起来第一次用刀片这样子，明明就是用了几十次哦。嗯，旁边的刀到这样挺干，外面那层我要撕好好来哟、哦，要是张纸烂了我就 GG 哦。其实我也不懂这张纸怎么用。第一层就这层丢掉，然后还有一层，可以大一点。这一层怎么啊？我老诶，需不需要用什么干来粘呢？然后这个，你小孩子最喜欢玩的是不是？啊，不要玩了。OK， 没错啦。还有垃圾，这个垃圾也丢掉。你自己看呐、啊，还不能包到这个烂到这样，粘到紧到这样，没有错。我买的就是一个 tripod 啦，然后是小东介绍给我的，非常感谢他。这边就写了 three-way head 三种，然后 built-in level 不懂什么，然后四 sack。什么意思？我都 aluminium lock 就是讲那个脚是 aluminium 的咯，然后 quick level lock 就是可以快速 lock 啦，非常简单啊。可是它箱子有点残旧的感觉，算了啊，便宜比较没有钱就是要找便宜一点。OK， 哦，它还有附送袋子的，哦，看这边，其实也是没有差。然后有袋子的不错哦，你可以这样子当背，这样子拿着。可是我就应该不会用到这个。然后，哎呀，哦，你要拿什么？背我们就放在这边先。然后有送一个假电话的，我放在这边。然后它就是它的主体哦，这样搭个。然后这是有伸缩式的，你看它的脚啊，这样子它是先可以开一次，还没完啊 ，OK， 再开一次，还没完啊，再开一次，总长有1.3个米的，是130cm， 全部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它就这样子站起来，
你可能看不到，我是翻哪个啊？就这样子粘咯，然后给它这样子放完下来，有点不稳定用手嘛，抱歉了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可以 lock 的，怎样 lock？ I don't know。然后上面呢就是这个。可以这样子摇来摇去的360度转的，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买了的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我拍东西用的这个架，有时需要拍一点这样比较那种需要比较稳定的时候啊，你看以前我拍那种真的 video 就是很不稳定啊，用这个应该会变更稳定一点，然后更 stable 一点。然后这个是这蹦什么啊？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开箱到这边啦。其实也是这样卖的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开完有几高的。OK， 这个就到这边先。OK， 现在这个呢，我就把 extend 到最高哦，你就看到大概从地上样子看，这上的话很高，其实很高，这个真的是很高。OK， 现在我们还有额外补充，就是它这个人有一个水瓶轴给你看啊，你就可以拿来量水瓶这样子哦。然后现在我就调到我要的位置，其实还可以更高的，只是我没有调过了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架就开箱到这边啦。左手右手一个搬动，其实